今天来玩的这一款 Indicted 是我什么是鬼神来的推出是一款最近即将要推出的一个心灵的恐怖游戏。我们很久没有玩恐怖游戏了，然后这款出了 demo，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刚才讲什么啊？一打开，哇！Schedule 没东西啊，这什么、啊？这牢房里面的？为什么会有血迹啊？出不去啊 ！Hello， is anybody there？ 哟，后面那是什么？哦，他的那个火鼠的那个移动的，有好像喝醉酒这样子哦。我怎么出去了？现在没有。哦，这一个。是不是？都没有东西。有点吓我。Hello？ 怎么一直在吓我？哎呀，不可以哦。很晕哦，他的滑鼠就是你移去这个方向，他会慢慢的帮你滑多一点的。你看我已经停了，滑停，然后他会慢慢滑过去的。所以我看着好像在水里面这样子。没有钥匙，怎么出去？喂，一开始就卡关了吗？哎，这里一张照片啊，哦，休克室。哦，可以拿这东西，我是争取把这个门给解了吧。OK， unlock， 开了哦。假人干嘛？哎呦，这感觉很低制作的恐怖游戏。哈哈哈。嗯，别玩太多了吧。放入假人很 cheap 哎。怎么一回事？有些有脚，诶，一个东西，一个人在那边画，那写什么 hell 啊？哎呦，怎么啊你的？弹过来吗？这是假的，是真人来的，走不过去了，卡住我了。哦，鬼！什么鬼啊？啊！干啥？怎么被钉在门口啊？莫名其妙。啊！这点是什么？这蓝圈是什么？我到底玩什么鬼？然后结束了吗？呵呵。嘿，我到底玩什么？啊，玩完了吧？你喵的！到底玩什么鬼？啊，玩完了？你不是吧？为我的影片才拍一分钟啊 ！OK， 接下来这款 suspicious。这不会念了，老吴。Suspicious 啊，嗯，好像在一个帐篷里面度过几天的吧，非常简短的一个恐怖体验来了，又是恐怖体验是吗？开始 ，Double， 开始了吧，直接。我是在露营啊，然后呢 ？How to make a perfect sandwich？ 这本书教我如何的做三文治。不能互动吗？这全部都是哦，哦，这什么来的？狼吗？嗯，手电筒。哟，你爆胎他了。有声的，我听到这有声。哦，感觉这款比刚才的还好多点。嗯，
那个斧头哎，不把它捡起来吗？这只有三啊，不什么鬼啊？后面有声音，也不能走了哦，这个游戏，这声音根本就不正常啊！我点我的键盘的会有好像类似好像钢琴声，你听到吗？点了干嘛？我看到他在哪里，我就照他而已吗？哎呀，这什么诡异？One of these key must do something. Key? 哦，他是说我的键盘会做什么东西是吗？有一个声会引的，会影响。没有啊。哎，真的是，哎呦，哇哦，哇哦！我按到随便一个键丢了一个。Nom nom nom。啊！你怎么？你起飞了？你到底是在玩恐怖游戏还是什么鬼？恐怖游戏在玩我啊？然后，我按什么键丢出来刚才？你看，哦，四号。哈哈哈，谁要吃啊？来，我们来第三款。这个不是玩什么了，骑着一个单车在那个半夜的时候遇到什么鬼屁事呢？哦，左键是铃铃铃，然后我们就去走。好，上路喽！可以把这个哦，然后我现在是送外卖还是什么？Food Panda，熊猫熊猫，送汉堡吧 ，Burger。And fries，这应该感觉不会像之前两款那么烂了。哇！没事，人生嘛。然后呢？我应该骑单车左边边吧？没有人在马路中间骑的吧？被车撞死啊！暗呢，前面有路灯的，太暗了呗。哇，哎，有个人呢，要吃汉堡吗，哥？哎呦，哦，这样说是那边是来的路喽，那我走这里好了。这跟我们马来西亚的路的方向有点倒转，这是别的国家的吧？哎，怎么有单车倒地上？谁的？这个太黑了，我应该要拎着走吧，感觉。这前面有人，喂，哎，前面那个，哎，火车，哎，要等一下吧。没事，走。哎，为什么我的镜头突然间转去后面？哦，哇哦，啊，有加速键吗？请问，什么来的？托内拉。哎，为什么会有脚印啊？这一轮，哎，怎么一个女子啊？喂，是那个单车的，看他脚有血了 ，yuck！ 哎呦，又是这个火车路，不管了，没有时间，赶紧赶紧赶紧！哎，怎么又黑了？怎么没电？怎么还能自变了？这感觉是那一款日本的那个游戏一样啊，呵呵，感觉是同一个玩法啊。就之前我玩的那个叫什么翌日啊，咦，稻草人呢？之前好像没有了吧。然后等下会有一个车走过了，一个老人家，看这一次会怎么样。照理来说车应该来了，嗯，诶，你看他，你看他。哟，
吐血，他只张嘴巴，然后就有一个单车在前面了。这什么鬼啊？到底在玩？单车呢？他血迹这么多，你有绕过他吧？然后那个女子呢？前面就是那个女子。我的视野好小哦！哎，什么事？什么都没有看到。哎呀，我什么都没有看到，给绕回去吧。哎呀！哎，我车了，这大。停！哎，后面来了，跟着我。要闪过来啊！慢慢往我这里走来啊！慢慢往我这里走来了。咦？哎，在我前面。咦？赶紧走，赶紧走！哇哦，哇哦，哇！哇哦！不要抢我的汉堡啦！喂，铃铃铃铃铃铃铃，在哪里、啊？他？哇！不要地了，不要地了！走！视野很小，视野，喂，你视野放宽一点呐、啊！哇，还没死！这个视野太小了，哇，很多树，还好我有驾照哦，单车驾照。走啊！玲珑玲珑玲珑，要买雪糕吗？玲珑玲珑，哇，你个什么鬼来的？玲珑玲珑玲珑，好多树，好多树。你视野可以放宽一点嘛？你做梦！又不是我撞你的，你自己翻车，你干屁事哎、欸！哇哦，哇哦！别啦，别撞叔叔，叔叔很不开心啊，叔叔。又来了，又下一轮吗 ？Shit！ 字都倒转了，什么字来了？完全看不懂这个字 ，It's late。鬼爷了！这一轮又有什么事、啊？感觉那辆车来撞我，他的视野也太小了吧？怎么越来越小了视野？喂，换了，他那张图换了。咦，他那个汉堡好像开过了。看那稻草人，看那个稻草人，不见了稻草人，稻草人不见了。嗯，车应该来。诶。呀！死掉了，他死掉了。哎呦，喂，这个反而比这前两部还好哎！前两部这不知道在玩啥小。哎，单车不见了。他不会告诉我，我就是翻的那个人吧？喂！哇哦！哇哦！会玩的你，哈哈。这跟着我干嘛呢？火车应该被撞死了，没有啊？干嘛？哎，马上来了一个没有来过的隧道哦。之前没怎么这么远的呢？有种不祥的预感，拎死他！前面有一些灯呢，这什么来的？这一粒粒、啊。哟，这是什么鬼了？不知道。耶，你看，不知道，萤火虫。是啊，哪里来啊？哇，闪！我撞我！哇！那怎么办？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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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撞我了！加速啊，哥！快点！改什么改装车啊？改得这么丑！哇哦，哇哦，他的车不会翻下去的吗？哇，搞不懂哎、欸，叔叔好煞星啊，叔叔！哇哦，请问他是怎么绕的？哇不啊，我今天要死我，赶紧走！真是还好我有驾照啊，当年我给了300多块去考这个驾照，就是这个单车。现在我不可以辜负我当年的考官了。
是时候把握，就是这一把了。不要每天黏着我了。哇哦，没事。哇，这么小一个洞，这个每一个驾照都会要考的嘛，这种路。喂，他过不来。哈哈哈哈。哦 ，it's what？ 咦，一个提赞特哎，白色的。谁来的？好久哦，怎么这段路这么久都还没有到那个车那边呢？路换了，路肯定换了，之前没有这么弯这么多了。嗯，直接换了整条。嗯，什么鬼屁声？后面吗？没有，不是。搞不懂啊，这什么路？这是给单车走的啊。OK 啊。喂 ，What's that shit？ Stop！ 哦，哦，什么东西？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请问？大妖怪！哎，大妖怪追我的时候了。咬饼啊他！你追我干嘛嘞？你要吃汉堡？你饿了吗？哇，前面还有好多、哦，绕过他们！哇哦，不行啊！问题是他们还会走嘞？哇，见鬼了，看不到后面。我可以拎给他们让开一条路吗？不行，完全没有反应。你看，这怎么绕啊？你们这么，你们玩泥巴，几岁了玩泥巴？全部停着这么，没有路了。哎呦啊！哇，你进不来了呗？这么小的洞，哇，这些手，不要碰我，告你性骚扰。这什么隧道来了？What I'm doing？ 你也进到来，雷霆放血呀、啊？为什么你会讲？哇，你不是吧？哦，我又重玩了是什么？怎么没有秩序、啊、？It's too late。应该是一定要死的。哇哦，连路都没有了！哇哦 ，OK， 送汉堡要经历这么多事情的吗？你大喊啊我！嗯，前面那个是啥？爬不上了。这怎么绕过去？这是出口吗？这出口也好假、哦！哇哦，什么鬼？这是恶灵古堡的梗吗？干嘛？他催眠我 ？Enough！ 这是我吧？不是吗？好像是跟我一样穿着一样衣服。You do not belong。你不属于，不属于什么？不属于这里吗？还是跟那个妖怪讲，还是跟我讲？哦，在车上，所以是个外卖。怎么我在车了？难道我就是驾车那个？我撞了他吧？啊，我就是那个老人家呗。我不小心把他给撞死了，所以他一直追着我。那为什么他在杀我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来救我呢 ？Have a nice meal。
今天的三馆的迷你的恐怖游戏，你们喜欢哪一个呢？我应该怎么说的，应该是第三个吧。前面两个到底不知道玩什么鬼，可能是 demo 的关系吧。可能他们完整版也是会不一样的问题。我们下个影片见，拜。哎呀，你怎么你？